3月13日消息，联想 Yoga Pro 系列2023款笔记本将于4月底发布。根据最新预热消息， Yoga Pro 系列2023款将标配 32GB 内存加加 1TB 存储。联想 Yoga Pro 系列2022款中，只有搭载 i9 标压处理器的版本标配了 32GB 加加 1TB 存储，看来今年要下放到低配置版本中了。联想官方已公布了 Yoga Pro 14S 2023款的整机外观，沿用了上一代的圆角圆边的珠宝式设计，小刘海更为突出，方便单手开合。 Yoga Pro 14S 新增日光印钞配色，整机以雾海蓝为主色调， A 面 logo 换成玫瑰金色。接口方面，该机配备 HDMI 接口，两个 Type-C 口、 Type-A 口、 3.5 毫米耳机口，还有摄像头电控开关。3月13日消息，联想 Yoga Pro 系列2023款笔记本将于4月底发布。根据最新预热消息，联想 Yoga Pro 系列2022款中，只有搭载 i9 标压处理器的版本标配了 32GB 加加 1TB 存储，看来今年要下放到低配置版本中了。联想官方已公布了 Yoga Pro 14S 2023款的整机外观，沿用了上一代的圆角圆边的珠宝式设计，小刘海更为突出，方便单手开合。 Yoga Pro 14S 新增日光印钞配色，整机以雾海蓝为主色调， A 面 logo 换成玫瑰金色。接口方面，该机配备 HDMI 接口，两个 Type-C 口、 Type-A 口、 3.5 毫米耳机口，还有摄像头电控开关。